开了拉力器不会用的，今天我来教你站着练背，改善虎背熊腰，美肩瘦腿。半蹲练臀，经常久坐臀部扁塌，去感觉臀部的收紧，提升臀线，收假胯宽。坐着练肩，长期伏案圆肩驼背，做这个动作去感觉肩膀往外拉，往下沉的拉伸感。跪着练手臂，瘦腋窝，腹乳，掰掰肉，消除我们的斜方肌，紧致我们的手臂。躺着练腹，大肚腩的生过孩子以后腹部松弛的，这样做修复腹直肌，打造腹部马甲线。趴着练腰，经典体式小燕飞，强化腰背肌群力量，缓解腰部不适，紧致腰部曲线。这样做练全身，拉伸全身线条，延展身体，紧致塑形，打造完美曲线。点个关注，收藏开练吧。